长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关系，那他我们做的不好以后我们会改进。我们都已经清点完毕，我们的员工有六个人在里面，那刚刚好像有进去找一两个出来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辨身份，到底是消防员还是我们的员工都进去找。报告部长，因为哈，我们有家他们是拜托说，我那一边哦，我们有三个同事啊，他是不是可以用原水可以？不管让他们有一点希望，他一直在拜托啊，在那边，他们可以用，但是机器人还是用原火，你把那个火灭一点，对他们的对他来源，他们会有帮助。那现在这两个同等都拉出来了，那有发现残肢的骨头，那残肢的骨头是不是第三位，或者是？前面那两位所遗留的骨头，那我们还是要等一下，我再询问他们那个压伤烧尸的面积哪一个部位，那再请过来。